长大了再来看小时候的剧，全是恋爱脑，除了王宝钏挖野菜，还有七仙女替仙骨。你们执意要朝夕相处，那就只有替去七女的仙骨。我原来已经想好了，绝不后悔。秦香莲孤儿寡母，家破人亡。不嫁给世美，就应当做陈家的儿媳妇，要让她入赘秦家，那是万万不可的。你难不成你还要和我断绝了父女关系？恩断义绝，形同陌路。